来的是黎树县孟家岭镇孟家岭村级文化大院。现在我们大院吧，每年都送西造群，甚至到各家各户。我们在来的时候吧，昨天晚上开个会，今天早上做了充分的准备，今天早上在4点钟就起床，在4点半的时候我们就在家已经出发了。二人转总动员，精彩任务面见。叫什么名字？我叫王玉琴。我叫张树环。我是助演啊。我是助演。助演啊。来自于哪里？梨树县孟家岭镇村文化大院啊。小帽是探妹，正戏是蓝桥慢戏城。好，来有请。好的，你别看临时搭档挺默契的，谢谢，动作还有转身什么的哈。来唱段正戏，唱什么？蓝桥慢西城。特别是你这个助演给你带来很多的那个好的那个效果，头一次跟他搭唱是吧，挺好看的。这个这边这个下装就是在那个唱腔上韵味上再增强一点，我觉得会更好。谢谢啊，服装造型都挺好的，给你们一次机会通过。来自于哪里？来自梨树县孟家岭镇文化大院。你们都是一个文化大院的。是啊，一起来的大队伍来的。对对对对，一看到你们这文化大院搞得特别特别的好，特别特别的活跃，而且呢把咱们二人转的传承和发展在你们文化大院呈现了啊，特别的感谢你们的文化大院的这个院长哈，能够经常的把我们的二人转呈现在你们的大院之中，给老百姓带来很多的快乐。我们也希望将来走到你们大院中间，也向你们学习，在你们中间我们会找到快乐。欢迎你到大院去。好，带来什么节目？我们俩宋青郎。宋青郎，江南宋青郎，官花啊，小官花。来，有请乐队老师。小妹妹送我的郎啊，哟送到了大门大洞啊，天杆上那个
挺好的，就是说你们编排的意识非常非常的强啊，你们这个舞台上这种颤扇儿啊、转身儿啊，都特别特别的美，包括他们的形象啊，对呀、啊，而且头上脚下都准备的特别的充分，来唱点正戏《西厢观花》。好的啊，男选手这个是如同白昼哈，把这词儿唱清楚了，如同白昼啊。两个选手应该说看到你们对舞台的重视，而且呢编排的挺好，虽然说是文化大院的那种传承和发展，但是学的也很扎实。来，给你们一次机会，通过，通过，谢谢。不是选手啊，你是那个文化大院的团长啊？对，啊，王团长吗？不是不成啊。同志们，我这个简单吧介绍一下子。哎，因为刚才我这个今天呢打了两个车，带了我们这个五副将。本来我不想展示，我让他们来展示展示。有的刚才那个小夫妻俩啊，上台是刚学，还不太会呢。我说你会不会？咱为了展示，对不对？有这个平台，有这个机遇，让你展示展示，锻炼锻炼自己。所以我们让他鼻子让他上来的。我本来不想展示，但是说实话，这帮不干呢，非得让我出来展示一段。我这。实在没招，展示展示吧。应该了，应该咱们就是把所有的选手拉到咱们这个舞台上，让他们展示一下。咱们学二人转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让大家看一看，看一看咱们的本事，看看咱们的唱功，是吧？那个刚才我和童老师也研究了，等我们老了之后，我俩也成立一个文化大院。那对，应该真的。对，那个那么的，一鹏小乐队你们辛苦了啊！我这个用靠山调啊，来一段这个自报家门吧，好吧？好。老王，我站在台前，深得一躬啊！口尊上评委的老师，你们要细听啊！我的家来自在梨树县的孟家岭，孟家岭村那座王是我的家中啊！我今年年庚。64岁，王佐和就是啊我的名啊，我今天带领团队来到这里，要评委老师啊多多点评啊，哎哎哎哎哎哎哎那个再唱一段，好，再来一段正戏，这个包公吊孝这个金陵盆地鼓的吧。包相爷金陵盆啊，用目光看呐、啊。摆在地上摇啊，但只见那棺椁贴写一副啊对儿，上下二联仔细观瞧，
张学长金那铜前沿路啊，下写着玉女有我宋西桥，当中写王氏夫人之灵位，有一个呀香啊如啊摆在正班摇啊啊啊啊不愧为是我们文化大院的一个团长。其实我们所有的做二人转的，其实你这个团队包括我们所有的二人转总动员这个剧组都应该感谢你，因为你培养了众多的二人转的演员在你的文化大院来到我们这参赛，是吧？唱的没得说，是吧？给你通过，谢谢谢，通过。所以说我们来这个时间吧挺紧凑，但是挺辛苦，我们大家呢都挺高兴，因为通过这个展示以后呢大家都晋级了，全晋级了，好了。你们好你们好，哎你好你们好，哎呦两位选手都挺小啊，几岁了？14了。你呢？13。你告诉我，你是家里面逼你学二人转呢，还是你自己就喜欢二人转呢？我自己喜欢二人转。自己就喜欢。嗯。那将来想从事什么职业呢？将来想成为一名二人转演员。哦，那你这么小，你是怎么个情况？给大家介绍介绍。就是我也喜欢二人转，我从小我爸妈就爱看二人转，然后我自己也，就是被就跟病毒是被感染了。徐帅，财力，天下无敌，耶！学多长时间了？不到一年。不到一年。男孩？我不到两年。哦，你的时间比他还长，他管你叫师哥。小师哥，今天带来什么节目了？我们俩今天带来的小帽是张和尤四。小帽张生优四，应该说看到了你们是有编排的，我还是觉得就是说你们在舞台上就是似乎在精气神上再提一点会更好的，看到了你们老师很重视服装造型哈，都穿得很漂亮，来唱段正戏，唱什么？唱上一段劈山救母。金王太子呀。
算挺扎实的。其实你们选择这段是二人转最难度最大的胡胡腔，应该胡胡腔就是好不好听全凭头一声，就是这个胡胡腔学的还不是很扎实。我就觉得这个头一声一定要唱的又漂亮，而且声音又要好听，韵律要十足。现在你们似乎是学了，但是学的不，就是说不解渴，让听了不解渴，你觉得呢童老师？我觉得那我就说说这个小的男孩，男孩他说学了将近二年啊，二年有的学的一年半或者一年，像你这么大的人都是在台上演绎的，在舞台上都非常有经验了。二年呢就应该老师就应该告诉你，二人转演员得，老师肯定你们老师也叫你得开脸儿，是吧？二人转的丑角嘛，脸上的五官得有戏，不是这个动作老师教你这么前蹦啊就前蹦，后跳就后跳，没有一点概念，没有一点那不行。应该是我为了动作，不是为了动作而动作，就是把它融入到二人转的戏里边，这个动作和表演融为到一体，那就更好了。就是我挺喜欢这个小女孩，这次有女孩形象特别好。哎，她唱的就是童老师说的呢，你们可能不知道怎么应该怎么理解哈。就是说老师教你们的这些东西，一定要融化在自己的身上。对，好吧，好好的再学习学习，希望你们再次的来到这舞台上，通过，通过。来，选手来自哪里？我能唱的说吗？哎，可以，可以。家在一统东间大队啊，山家那个腿绕里呀，有了我的门了庭啊。我进了年年老房啊，五十大了三了岁呀，馋了亏那个两个字儿啊，就是我了的呀名啊。我进了天来到了啊，那就长春了是 二人转总动员啊，我要立我个名啊。我站了在这台要上啊，用目光来看呐，台上那个台要下呀，我都看了的呀清啊。我看了看这两位这么评委呀，还有关啦宗啊，小啊蜜蜂啊月要对呀，死了海斗杨明啊。我站了在这台要上啊，伸了十一呀里呀，唱的那个不啊好啊，不要掌声啊，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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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哎哎，鼓掌吧。
唱的真有味儿，一个大字不识啊。哎呦，你刚才行礼的那个姿势，你在失礼的那个啊，满族人的那个。对，我就是对，刚才你一伸手，我也是满族人是吧？啊，是那样，不是这样，是吧？那我看出来，你一同满族的满族人吗？对，是吧？唱段正戏听一下，好吧？来，唱一段抱板啊。哎，冰冰冰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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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冰冰冰冰冰抱冰抱小姐。二烂英摸摸来了一股冰里三长外三来长里里外外不透风正宗见了破三十二匹对子马杀灯对对呀、啊。要然了命要接地哪一个接地是了八府寻阿拉公不知八府寻阿拉哪一个呀叫王七儿了你看那青包不就是啊花字行不得愣当腰啊叫俺了没呀、啊、别高声千里说话墙外听跑了别人了不要紧了跑了赵囊啊了不成花字躲过来回家短仇报仇来冤报冤抓住你夫用刀躲抓住赵囊啊点天了灯抓住金门外的朱大公子打他一下关了他一声哎呀谢谢你原来唱过吗不瞒常对你说我一回都没唱过就是我们同你这个老回杯一般的都没有、一般的好像是没有就是这不是这些年轻的就是老回杯 我反正就是这些我这些圈子里边的人真的贵的人很少我很喜欢唱得非常好、我们同志就都说我唱挺好但是我就是业余爱好我也没唱过场也没什么唱过那你他们就我们同志两个队长他说你就去吧你去那个盘之路费哎你吃喝住宿他说我都给你报销好我说你没白来呀、啊、没白来是吧我春江乐队晋级包、啊、没白来是吧我春江乐队晋级包通过、严老师感谢你们大队对你的支持和鼓励通过谢谢谢谢通过全报我的名字叫吕明星我的名字叫于国庆接下来我们带来的小帽是江美宋新郎乐队老师请小猫唱得特别好而且两个选手的声音也特别特别的搭形象也特别的搭而且呢特别重视服装造型都非常非常的好看来唱的正戏唱什么马前泼水我们带来的正戏是马前泼水好来人生大白老来俏左姓朱今姓赵咋样长得不在理吧我说当家的呀哎哎哎哎哎想吃啥呀？啥让给你买呀？我想穿上。
我笑吧。愁断人你挑，哎呀呀儿哟，要奴家我们不吃啊，家常饭哪、啊、哎呦啊，精米干饭猪肉炖粉条啊，再给整碗鸡蛋糕，哎呀呀儿哟，要奴家我们生来呀，挨打饭哪、啊、哎呦啊，胭脂锅粉可劲儿消吧，当不了的招人笑，戏选择一段马前泼水，其实这一段是难度挺大的，作为选手来讲，特别是你们还小，才15岁，应该说女孩把握的还算准确，男孩呢似乎觉得赵氏这样的人物还没有出现，你是知道的，他是要人物要肯定是立体化，你在舞台上的赵氏这样要准确的出现，他是戏，他不是二人转，你点到为止，所以说你这个赵氏这样他的那种憨厚啊。那对崔大美人的那种娶了新美丽的媳妇的那种心情，就是说现在男演员似乎在舞台上角色的感觉现在还没有哈。对，你在唱腔上应该润色，就是赵石匠可把我赵石匠给乐，嘿嘿，乐坏了啊，是吧？一定要有这种感觉。你娶媳妇了吗？就是，但是你还小，你还不懂。现在没娶过媳妇，没娶过呢。那个，我今天我特别喜欢这个小女孩啊，这个女演员我特别，就是她嗓子也特别的，哎，特别有弹性，唱的也挺好，声音够高，很亮，很甜，对，是吧？表演也成分也非常的有。那个，如果说你们俩在唱这个赵石匠，再让你们老师好好的，就是现在是海选，你真要参加比赛呢，服装，你们俩的赵石匠的服装稍稍点缀一下，应该是会更好。女孩再掌握一下，就是崔大美人的嫌贫爱富的那种心理要有哈。男孩得练，好吗？通过，通过，谢谢老师。我来自榆树市工棚镇双泰村。哦，好远呢，学过吗？28年前的事儿。28年前，给你带来什么节目了？我参赛的曲目是《江北送情郎》。送情郎啊，一宿宿的在大门东啊，天干烧了天爷，下雨又刮风啊，我留情郎坐在几分钟啊。挺好的啊，别不自信，真挺好听的，声音什么的，韵味什么的都挺好的，形象也挺好的。谢谢。来唱段正戏。治肿瘤国文医院真不错，本栏目由国文医院冠名播出。治肿瘤啊，国文医院真不错，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专家。治肿瘤啊，国文医院真不错，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专家。这个小红娘啊，闻听不怠慢，我急得咯噔走的忙，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八步九步十步，十步九步八步七步六步五步四步三步两步一步上楼房啊，问声小姐有啥事儿，是莫非绝招饿得慌，要吃干的我烙饼，是要吃稀的我做汤，要吃酸的多加醋，要吃辣的多切姜啊，要吃香的多割肉，要吃甜的多多加糖啊，哎哎哎呀，不要不要，是我不要，今儿个吃啥也不想，换你不为别的事，去到西厢请张傲郎啊。小红娘一听假装生气，小姐你说话太轻狂，张生是20来岁男子汉，咱们是18、19岁一对大姑娘，动不动的你就把那张生请，你请张生到底有啥勾当，不去不去，我不去呀，别拿我们丫鬟
当作硬币抢啊，哎哎哎呀！好，好，挺好的。学这一段《西厢报板》这块挺难唱的，而且你完成的也很准确啊，在舞台上声音，包括你的韵味和唱腔都挺好的。希望你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多加一些表演舞蹈身段，就会更丰富了。通过，谢谢，通过。我的名字叫郭宇，我的名字叫李佳玉。接下来给大家带来小冒式，他们与老师请。请小猫唱的挺好的，而且很成熟，在舞台上。你俩学了多长时间？我学了快一年了。我学了已经一年了。看看正戏表现的怎么样，来唱什么？胡玉娘，岳老师请。白云深处东城啊，洞中修炼胡玉娘啊，修炼达到五百载呀、啊，下雨秋露冬霜啊，白日洞中眼睛倦啊，夜晚炼丹五更忘啊，渴了眼底清泉水呀、啊，饿了松子当干粮啊，那日偷饮天河水呀、啊，变换人形在世上啊，暑往寒来多少载呀、啊，依然独自美夫郎啊。其实武汉号很要演员的功夫的，看来你们学的不是很扎实，一年的时间学的味道还不是很足，能不能更增加点韵味啊，加点修饰音，让把这个唱腔美化到让人家听得特别的入耳，哎，还不错，挺好的，不错，挺好，通过，通过，谢谢老师。你好，你好，哎呦，看你们俩这年龄很小啊，多大了？我14了。我13。你们俩在一起，搭档多长时间了？半年了，半年多了。那你们有没有那种时候啊，就是突然某一个人总是练不好一个动作？或者唱不好某某，然后你们之间会怎么样？我会踢他。啊，你踢他？踢我？你不会他就踢？为啥踢的呀？他太笨了。太笨了？那踢你，你怎么办？那想打他，又打不过了。我叫邢海欣。我叫金海斌。接下来我们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绣八仙》，岳老师，请。树林呀，恩爱爱爱，
这俩小选手特别特别的好看哈，啊，女选手更好，来唱段正戏，唱什么？二十画缘。觉得不错，挺好的，唱腔挺扎实的，就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凉调，但是呢应该说你们再好好的学一学之后应该没有问题，眼睛得瞪圆了在舞台上，是不是童老师？你觉得你跟我似的，眼睛虽然小点精神的是吧，你看你现在一笑特别可爱，但是眼睛一定，老师告诉你一定要有神在台上，能看见东西，不光是咱们二人转，不光是扭，但是还得要表演，好吧，通过，通过，谢谢老师。二人转总动员这个舞台我已经来了两次，这个戏没有当擂主，这次我跟我师傅来海选，我俩晋级了，太高兴了。大宝，我腰挺起来，姐下次带你参赛，争取咱俩拿擂主。